说明他对这个主球的控制已经到了一个这个炉火纯青的地步。嗯，当然了，这儿的红球堆因为一字排开，他走下来到每一个点上都可以，基本上都可以打球，但是他就是走到了最下方的一颗。对，这个是很凶的，因为一般人走球在这儿都是不够。哦，看硬的这个stunt出来，嗯，相当厉害。这个球可以选择推杆向前碰一下那颗红球，嗯，来做，对，碰得很漂亮，来做这个六分。但是这个球碰完以后呢，有一点点的这个后斯诺克，不过也没办法了啊。因为球还比较直，所以并不难打啊。粉球摆回来，好像挡到了，挡到了那颗球。对，现在来打右边的这颗红球。对，一颗薄球。对，刚才这个球不用 stun 的原因是因为 stun 上去做五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今天 Ronnie 的状态太棒了。嗯，到现在为止你记得他有过什么失误吗？好像还没有什么，就在攻击的时候有拼球的，拼球的失误拼不进，对，啊，但是在进入射程的时候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失误。五分球进了我就放心了，否则我一说他没有失误，这个五分球打不进的话，这个再打不进就不用来打球了。看这一侧他要拉后一点点，嗯，对，啊，他这个两个五分呢都是没有做的太完全走到，嗯，哦，这杆要用左手来打的，嗯，很别扭，还是很准打进，但是走位上比较欠缺了。嗯，打了56分，嗯，台面还有67。好，看看超一流选手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一杆来解决。他就打左手，太棒了，哇，哦，厉害！接下来一杆还是左手。嗯，他这两杆左手不是无理球啊，对，因为他都是左手顺手，对，不是故意来卖弄。不过太漂亮，你看这个，这个，嗯，这个真的就是超一流选手。嗯，来正正下，哎呀，没带出来，太薄了一点点。嗯，还有一次机会，已经超分了。嗯，还是打进。哦，天哪！当过来，哎呦，这个力道稍微小了。嗯，还是打进，打进，我也带进，打出了，天哪！Mark Williams 斜眼看了一下 Ronnie， 太强了，三颗星，哦，登出来。看中带，哦，也走得很漂亮，哦，漂亮，再来看看那颗能不能带出来啊，他这是一个机会，推杆啊，先不带，用两分来带太多了，哦，直接走，做到算了，嗯，好准啊，我这局准，太难打了，这局其实是非常非常难打，但是他现在要破百，嗯，看一下现在全部都是左手了，嗯，绿球也是左手啊，你不是左撇子吗？嗯，你不是左撇子拿世界冠军吗？嗯，啊，
回头看看吧。说吧，刚好100分，然后你自己也在笑。啊，对啊，这样的话3-1，率先进入到了这个